外界空间，然后成为现在我们住的这个世界住街。现在这个住街啊，这个大街啊，叫做现在贤街，圣贤的贤，叫做贤街。现在贤街啊，这个住街二是小街，住街二是小街当中，现在是第九小街啊。按照经里面说，这个现在这个贤街的二十小街啊，从第一小街到第八小街，这八个小街啊都没有佛出现，时间没有佛。现在是第九小街，第九小街的往下减呢，一百年减一岁，总八万四千往下减，减到人寿六万岁，人寿六万岁的时候，衔接的第一尊佛出现时间，就是巨留孙佛，巨留孙，啊，现在衔接第一尊佛巨留孙佛，就在人寿六万岁的时候，减到六万岁的时候，巨留孙佛出现时间，然后再往下减，减到人寿四万岁。人寿四万岁的时候，第二尊佛出现时间，就是俱那含摩尼佛。俱那含摩尼佛，这是现在贤劫的第二尊佛，俱那含摩尼佛出现时间。再往下减，减到人寿两万岁，人寿两万岁的时候，迦摄佛出现时间，就第三尊佛。释迦牟尼佛前面的，释迦牟尼佛前面的那一尊佛就是迦摄佛，是人寿减到两万岁啊，迦摄佛出现时间啊。那么然后一直往下减，减到释迦牟尼佛是人寿一百岁，人寿减到一百岁的时候啊，这是约时间算法，不是固定人的寿命啊。减到人寿一百岁的时候，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降生时间，这是贤劫的第四尊佛啊。他每一尊佛都为后边一尊佛这个受记一生补处，所以这个贤劫的第四尊佛人寿一百岁出现的释迦牟尼佛，他的弟子当中弥勒菩萨将来要成佛，所以在玄疑经里面，释迦牟尼佛为弥勒菩萨受记将来成佛，中欧罕经里面也有啊。那么弥勒菩萨成佛在什么时候呢？现在人寿一百岁佛在世的时候往下减，那么现在近三千年啊，假定说人寿七十，再往下减，一百年减一岁，一百年减一岁，减到人寿三十岁，有小三灾出现，三十、二十、十岁都有三灾的之一出现啊。那么人寿减到十岁就到底了，然后往上升，那么再往上升就是第十小节，第十啊。那么第九小节满了，到了人寿十岁满的时候，那么就是第九小节减完了，然后再往上升的增阶，那就是第十小劫。第十小劫一样的，一百年增一岁，一百年增一岁，从十岁增到十一岁、十二岁，一直往上升，增到八万四千岁，一百年增一岁，增到人寿八万四千岁，然后再往下减，减到人寿八万岁。第十小劫，第十小劫往下减的时候，到人寿八万岁，弥勒菩萨降生成佛，那是第十小劫。第十小劫只有弥勒菩萨成佛，没有其他的，所以我们这第九小劫最幸运了，连住有四尊佛出现之间。到了第十小劫只有弥勒佛，弥勒菩萨降生成佛，在龙华寿相三会说法啊，度的众生啊，按照这个弥勒下三经大乘佛经等讲，
都是释迦牟尼佛法中的弟子啊，还没有解脱的，到这个弥勒佛成佛了，他要度这些弟子啊。第一会说法度96亿人啊，这96亿的众生啊，差不多都是在释迦牟尼佛法中持五戒的啊。那么持五戒修十善的这一类众生，第一会在弥勒菩萨成佛了，第一会他度96亿。第二会说法度94亿人，这94亿啊，就是在释迦牟尼佛法中乃至末法受三皈，单受三皈皈三宝的，也在第二会中得度，有94亿，这是第二会说法。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我们福建人广东人都有一个慈悲的习惯，初一十五初二十六会在门口点一支香，那这一支香点在上面的哦，供养玉皇大帝诸神，点在下面的哦，布施给好兄弟孤魂野鬼，所以希望各位把这样这么优良的传统的佛教习惯继续努力做下去，每天晚上至少点一支香，放在树下门口给那些可怜的众生，你愿意再点一盏灯让他看到极乐世界，那更是庄严，你愿意布施一杯水又放在旁边，那更是慈悲，如果能够每天都这样慈悲，你会发觉你生命改变了，你心灵改变了，世界也跟着改变了，愿各位经常慈悲因供，慈悲施食，阿弥陀佛。
这是菩萨的心愿，只要不断弘扬佛法，就会有那么一天，不在乎需要多少年，不畏惧路途多遥远，只要佛法尚在人间，世界有一天会改变。各位有没有看到孔雀明王啊？这孔雀明王他就是毗卢遮那佛坐在孔雀上面，然后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个出家人出去外面打坐，要捡木材搭房子，结果被毒蛇咬到。那时候阿难知道了，赶快跑来找佛陀，那佛陀说没关系，赶快念孔雀明王咒，请慈容啊慈心龙王来把他的毒消除掉啊。所以你要出家人都会念孔雀明王咒消毒，这个毒也不是光毒蛇，像各位现在身上有一些毒素都医不好的，都医不好的，你就要观想这个孔雀明王嘴巴尖尖的，把你那个毒吸出来，吸出来，那你的旧病就会好啊！要孔雀明王咒。所以下雨太多不下雨，或是大地震大水灾，都要修这个孔雀明王咒。岂知无信异谋，其语子语各满愿，病苦缠身能回春，妖魔鬼怪无远离。所以各位，特别现在你用手机啊，你最好贴一个孔雀明王咒，手机上面的负面的辐射线就你不容易中毒，不容易被这些辐射线，所以消除这些毒啊辐射线也是要念孔雀明王咒，或是贴那个咒语在身上。所以我们都劝做医生的要贴一个在身上，虽然你不会念，但是发给各位刚刚那个里面就有孔雀明王咒，那你就不容易被那些你帮人家看病，也不容易被对方的毒啊传染病所干扰。所以念下来154页下面 Om Mayola Gilande Sabaha Om Mayola Gilande Sabaha Om Mayola Gilande Sabaha。 所以你念咒要有一个意志力，不离开慈悲心的意志力，哦，愿他病赶快好，愿他不中毒，愿他不要下太大的雨，愿这个地方不要有地震，你要有这个利他的一个心再来念咒才相应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念 Om Mayola Gilande Sabaha， 愿消毒，愿消除水灾啊，愿停雨啊，如何如何 Om Mayola Gilande Sabaha。 然后最好观想孔雀明王在空中，甚至身上那些老病，妈妈那个腰痛痛不好啊，啊，孔雀明王把它毒吸走。孔雀是以毒做食物，越毒的东西它身体越亮，羽毛越漂亮，所以就把它身上毒素吸走。Om Mayola Gilande Sabaha， 来一起念。Om Mayola Gilande Sabaha， Om Mayola Gilande Sabaha， Om Mayola Gilande Sabaha， Om Mayola Gilande Sabaha。